好不容易等到我们。我这里，我这一段瘫了，这一段有点瘫掉。有一段要高绕、到神池，一开始附近，哦，这里过去附近，哦，就如果看到一个往什么什么什么山，
应该在左边，就要走上去。你有载离线吗？有。对啊 ，map 点 me 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爬小关山，开了好久的车子啊，屁股都痛的，停在27.1K 处，一个转弯比较大的腹地，可以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开始往上。今天晚上在神池扎营，差不多从这里走大概三个小时左右，3到3.30，3个半。哇，前方白墙一片。不过还好，这云台看起来还蛮可口的，对，像棉花糖一样。对，最后28K 的回转道，就长这个样子。这里有3台摩托车，让车子都不太敢进来。就是还好，没事。这里28K 停车处，感觉还可以停。如果没什么车，其实停个2-3台还可以啊。可是不要挡到那个回转道的路口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正式开始起爬了，真正的进入登山小径。这里应该也是以前也是林道了，只是崩掉了。我以为接下来就康庄大道，就没有。对，这里可能这里就是高道。好嘞，加油了，慢慢来啊，动作慢一点，它只是持续，慢慢的持续，不要突然这个出现大反应。到了一个林道，剩最后10秒钟，好了，这里就可以抓营睡觉了。
好像要下车了。是吗？嗯。是吧？哇，这里有一棵柏树，好漂亮。哇，照到阳光了，好舒服啊！有云海吗？很舒服的，太好了。哎呦哎，前面全部都云海。远方的山头，呜呼！那里都是云海呢，哇哇，
大一片了，我们待会上山应该更漂亮。反正风没有那么大，好舒服啊！这里是蛮舒服的。到喽！终于到了三角点。惊险哦！睡到饱。